Hello， 同学视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然，我是龙子健，我是王俊凯，我们是恰好是少年，怎么跟那弄得跟个偶像团体一样？出道出道。上一次还是在录节目嘛，嗯，对吧？这次更多是跟出来旅行，对，就是没什么任务，没什么录节目的在。我们都是不忘初心，永远年轻。对，但我觉得小董吧瘦了很多。啊，确实，这个瘦了，还会更瘦。最期待肯定是下个目的地。最担心的就下个目的地是高原。最担心我是要打呼噜的。先看节目。他还是没敢，你还是没敢发散，你还是没敢，不是敢不敢的事儿。啊，那是。别录了，那下一题。差点俩吧，旗鼓相当。他们是啊，我们基本不怎么。我们更多是拍风景，我们都拍风景。拍风景。是我吗？应该算是。算是你拍的最多吧。好，我因为都后边太冷，我就不想把相机手机拿。对，手都冻了。有，我看到了光。就是走哪儿住哪儿，就是自己，我们走的时候就是随时看今天晚上住哪儿就去住哪儿。小吃恐龙。不好意思，还是那个。我就想吃霸王龙。这孩子还小，还小，我想吃霸王龙。不好意思，还在这儿。我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，挪开。吃海鲜呗，来海边了，是不是？看车是什么？排他。没有，就是因为小凯有其他车带，就是如果不是他的车带，你的车就不能在车里边，他就每天都被我们绑在车上了。车上面不行，更容易见着楼。它应该在车底。啊，车底可以。开车怎么玩啊？我一个人在后座，没人跟我互动。期待这次三亚能多点人来玩。这个就这是全程周杰伦电台 DJ 小凯是吧？大家他喜欢谁，大家也都知道哈。除了喜欢我。然后浩然呢，就是我放自己的歌，乐队啊，对，我一般都放自己唱的歌。星辰大海，这歌要本来是一个合唱，都快被我唱成单曲了。对，属于你，只属于你。玩过那掰手指，他这作弊啊！他上来，我老婆，我有孩子，我俩，我跟小凯直接把俩手指都砍了。好，我也有。我得过高反。啊，掰了。我刚咬了一块死皮吃下去。我刚咬完。我算了，你重新说一个。我，你说你有脚气，你有鸡眼，啥都行，我们都认了。我27了。我本命年，咱们人生两年。我在节目里开车时间最长，这算吗？是吧？开了20小时以上。我做饭了啊，我做饭，你掰了。谁没做过似的？这不是都做了吗？你没做，你做啥了？我咋我也摔丸子了？对啊，真的是。我唱歌不跑调。我掰了行吗？没问题。我昨天晚上睡2小时。哎呀，受不了啊，掰不了啊。我晚上喝了瓶威士忌。我没有。看到过流星雨。啊，我说可以了。每日六本四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夸不是说祝福，家财万贯。夸啊，帅气、英俊、潇洒。谢谢。我夸你了，夸你是吧？广大网友都看见了，无懈可击。过河拆桥，南蛮入侵，江郎才尽，对，诸葛连弩，诸葛连弩，英俊潇洒，帅气多金，
肤白貌美，眼睛超大，鼻孔超大，够了，六分，英俊潇洒，帅气多金，肤白貌美，六个，好，一帆风顺，什么玩意儿？唱歌好听，长得帅，瘦，为什么我都是那么飘渺，死人都那么实在呀、啊？高，嗯，来，年轻，不忘初心，拥抱未来。